心在哪里？台钢雄鹰韩吉啦啦队女神安之萱时常在社群分享热舞的短影片，31号晒出最 local 热舞挑战片大跳反诈骗神曲《爱情夜骗术》。安之萱身穿红色毛衣、黑色短裙，跟着节奏扭腰摆臀，王彩华的台语唱腔搭上女神热舞，还有韩语宣导。反差感让网友看了好新鲜啊，直呼这支影片最香了，我可以给这个片。改编曲《爱情夜骗术》是台湾证交所特别推出的反诈骗歌曲，由王彩华演唱，邀请奥运金牌得主林玉婷、王麒麟、台钢雄鹰啦啦队女神一碧等人一起大跳乡土味满满的魔性舞步，一上线就话题满满。如今女神加入宣导行列，大家请小心《爱情夜骗术》。听众朋友们，好，安迪。